将军，所谓何事啊？将军，我们没犯事啊，将军。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您就是云若霞姑娘吧？是我。你们这是？皇后想要见您，请您速速更衣，随我走一趟。皇后？皇后为何要见我？皇后听闻您与太子相识，故想见见云姑娘您。太子殿下。太子，你的这位云姑娘胆子可真是够大的，连皇后邀约竟然也敢晚到。哎，皇叔你就别再说笑了，云姑娘并非不识礼数之人。母后，她肯定不是有意的。太子都为她说上话了，看来这位姑娘不简单呢。皇后，云姑娘来了。参见皇后。太子殿下，魏王，免礼，谢皇后。云姑娘，家中有何人？回皇后，家中还有老妇。老妇以何为生？以作协为生。本宫没听清楚，大声一些。回皇后，民女父亲以作协为生。辛苦吗？还好。云姑娘可知你父亲每日什么时辰开始做工，什么时辰收工？每日时辰不一定。是不一定，还是你并未注意？民女并未注意。母后，今日不是来谈儿臣与云姑娘的事情吗？为何谈论她的父亲啊？云姑娘，本宫知你与太子早前因缘相识，你们二人亦是情意相通，但太子毕竟是太子，与之婚配的女子，无论是品貌还是家世，皆须为上乘。云姑娘品貌自然是出众，但家世……哎呀，母后，儿臣不在乎她的家世，儿臣只在乎她这个人。皇后，民女对太子是真心的。民女自知身份卑微，配不上太子，但在尚不知太子身份之时，民女便已爱慕于他。民女别无他求，只求与太子厮守，即便无名无分也没有关系。云姑娘也不必急着表述真情，本宫倒是有一个办法。哎，母后，什么办法？让云父入朝为官，而且是为大官。如此一来，云家不就家世显赫了？云姑娘与太子不就相配了吗？皇后，这……你觉得这个办法可好？啊，但凭皇后安排。云姑娘，本宫恐怕不能如你所愿。安排你父亲入朝，本宫不能做，也做不到。而方才不过是对你的一番考验罢了，遗憾的是你未通过考验，所以你与太子之事就此作罢。母后，母后。皇后，皇后，我对太子一片真心，
求皇后成全。太子，这可如何是好？我还有何颜面回去面对父亲和街坊邻里啊？他们都以为我会嫁给太子，如今我岂不是成笑话了？你先别急，别急嘛。母后不了解你才会这样。本宫会想办法的。皇后，那云氏虽说没有大家闺秀的气度，但又不是让她做太子妃。若太子真的喜欢，收她进来做个侍女，也未尝不可呀。这怎么可以？这太子若真喜欢她，便不会亏待于她。真让她进了门，日后提她位分，也不是不可能。我倒是没想到，太子竟然会喜欢这样的女子。哼，说起来，这个云姑娘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好好好，皇后，臣弟不该胡言乱语，惹皇后生气，请皇后原谅臣弟。母后。太子殿下，儿臣有话要说。若是关于那云氏的，便不必说了。可儿臣是真心喜欢她呀，儿臣不知方才云氏哪里做得不好，惹母后生气，还请母后明示。你真想知道？是。好，本宫命姚尚宫他们送去华服，为她更衣打扮，为的是想看看她能否驾驭那宫中服饰，也想看看大喜之下她能否稳得住。很可惜，你们也看到了她那浓妆艳抹、夸张至极的面容。我听姚尚宫他们说，是她自己非要往脸上涂涂抹抹的。可她是第一次见您，想给您一个好印象，只不过弄巧成拙罢了。儿臣倒觉得她率直可爱。本宫也不是以貌识人之人，所以本宫便问她关于她父亲的事情。但是明显感觉到他说父亲以作鞋为生时的不自信与尴尬，一个连自己父亲是做什么的都不敢大声说的人，这样的人太虚荣了。他那是见到你紧张。你倒是会维护他，本宫也想这么认为，所以本宫又故意说让他父亲入朝为官。若是他拒绝本宫，那其他的瑕疵本宫倒可以作罢。可是他说什么？他竟然说但凭本宫做主。你们说说看，像这样的人怎能引入家门？母后，您是皇后，那当然您说什么他便听什么呀，他又怎敢拒绝您？四郎，你说说你的看法。这云氏的父亲以作鞋为生，想来也没有入朝为官的才能，更何况是为大官。但那云氏听闻皇后要封他父亲为大官之后，非但没有拒绝，反倒一脸的欣喜，连无功不受禄这样的客套话也没有。这样的人若是成了太子的妃嫔，怕是也会让太子给他的家人们安排官位，那朝堂岂不是要大乱了？皇后，您可是这个意思？听到没有？还是四郎明白事情轻重。儿臣以为是您不够了解他。那你就很了解他吗？我，但儿臣喜欢他呀。母后，您与父皇那般相爱，为何就不能成全我们呢？太子，你是一国储君，母后希望日后在你身边的是可以帮你之人，那云氏不适合你。母后，好了，前不久才因朝见之事惹你父皇生气，你如今又想找一个这样的女人，你是太子，得知进退，明事理。儿臣告退。这么大，这么漂亮，喜欢吗？嗯。虽然母后不同意，但本宫还是要带你来这儿。眼下看来，恐怕你只能先躲在这里，日后待本宫向父皇禀明，你才能现身。委屈你了。不委屈，只要能与殿下在一起，怎样都不委屈。那这些天你不要乱走，若被人发现，麻烦就大了。我知道，你放心吧。众卿免礼，谢万岁。今日有何事启奏？陛下，据在梁国的人来信密报，
说梁国有几个大臣暗中与陈国交好，有亲陈倾向，而那梁国皇帝倒看不出其中态度。众卿家有何看法？父皇，梁国是我大隋之附属国，地小民少，梁王一直以来倒也算安守本分，如今虽说只是几个臣子有亲臣倾向，但恐怕日后梁王也会受了他们的影响，故儿臣以为应派人前去试探试探梁王，甚至可以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自己的本分。其他人呢，有何看法？陛下，臣亦以为太子所言极是，梁国是小国，如今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其叛隋投陈，故而不宜动用武力，臣觉得敲山震虎一番即可。陛下，臣附议。此事不仅关乎隋梁两国，连陈国也牵涉其中，朕以为需细细思量，从长计议。臣妾也认为太子的想法不错，陛下是觉得有何问题吗？朕只怕仅仅是敲山是镇不住梁国那帮人的。那陛下之意是想借机废梁？有何不可吗？梁国部分臣子既有亲臣倾向，日后怕是也会惹出事端，若将其吞并，不仅免于后患，还可以给陈国一个警告。朕便是想到了这一层，才没有立刻同意太子的提议。但如太子所言，如今只是猜测罢了，若就此废梁，只怕日后会为天下人所诟病。况且臣妾觉得那梁帝萧从倒是个识大局之人，陛下可还记得两年前梁国的将士许世武秘密以城池联合陈朝将领荆州刺史宜皇侯陈惠济，事情泄露后萧从便诛杀了许世武吗？自是记得，所以朕对他一直都很放心，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心总是时时在变的，所以先行试探一番也未尝不可呀。若人心真有变，到时候再依照陛下的想法做也不迟。你说这众朝臣都认为我的提议不错，父皇为何就不同意呢？皇兄也没有不同意啊，只是暂时未表态而已。若是在以前，这么多人同意，父皇一定同意的吗？哎，太子殿下，你若是再这么唉声叹气下去，这御花园的花都要被你惹得蔫了，枯萎了。行了行了，我不唉声叹气了，行吗？哎，我倒是觉得很奇怪啊，你以往对皇兄同不同意你的提议，可没这么在乎，今日为何如此重视啊？四叔，我可只相信你啊。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哎，你还不知道我吗？快说吧。其实我就想借此机会，大大小小立个功。或许父皇母后一高兴，便让我与云姑娘在一起了。嚯，你还没放弃啊？哎，你小点声。放弃什么？没什么。啊，今日在朝堂之上，太子不是向陛下提议如何处理梁国之事吗？陛下没同意，太子正郁闷着呢，正想着要不要再跟陛下提一提。这有什么好郁闷的？皇兄，虽说父皇暂时还没有同意你的提议，但你在思考，你在出谋划策，父皇心里肯定会为此高兴的。再说了，不是有那么多大臣都认同你的想法吗？我觉得阿广说的对啊，你有治世之才，陛下定都看在眼里的。拜见太子魏王晋王，陛下召太子与晋王到千秋殿议事。议事？难道是梁国之事？很有可能。快走。啊，魏王，陛下只召了太子与晋王。陛下，皇后、太子、晋王、高仆射、杨御史来了。儿臣参不免礼吧。
谢陛下。陛下，您召我们来是为了那良人之事吗？下朝之后，朕反复思量啊，觉得太子所言颇有道理。太子，接下来你想怎么做？回父皇，儿臣以为梁国国小力薄，定不敢真的做出忤逆之事，只需派一位使臣前去明着暗着提点提点梁王与那些梁国大臣，他们心中自然便有数了。嗯，你们二人呢，以为如何？啊，陛下，这倒是个好主意，臣也是这么想的。回陛下，臣也以为太子的提议甚好。这不太像你们二人的做派啊，太子说什么便是什么。陛下，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晋王，你不喜多言，但是朕想听听你的看法。父皇，儿臣以为只靠一名使臣前去用言语威吓不够力度，若真能靠言语恫吓，那古今往来的许多仗便打不起来了。继续说。儿臣以为还需靠出兵震慑，才能令其感受到我大隋的力量。陛下，晋王所言有理。其实呢，朕是打算让萧从带着他的臣子来我大隋朝见，朕要亲自试探他们，就由杨御史和晋王带兵前往梁国去请他们。待他们来到我大隋之后，你们便驻扎在梁国江陵城外，但凡萧从和他的臣子有意，你们立刻出兵攻占梁国。陛下，您是有废梁的想法？废或是不废，完全取决于萧从和他那些臣子如何表现了。晋王杨御史，你们以为如何呀？哎，父皇，儿臣以为儿臣对梁国更为了解，更适合前往。勇儿，广儿作战经验比你丰富，你身为太子还是少冒险的好。以往打仗也从未见到你如此积极啊，今日为何要抢着去？就这么定了，由杨御史与晋王前往。臣遵旨。殿下，你总算回来了，我一个人待在这儿都快闷死了。今日上朝为何去了这么久啊？我为咱俩挣前程去了。可惜啊。可惜什么呀？可惜父皇不给我这个机会。哎呀，这次不给还有下次吗？你别难过了。哎呀，我怎么可能不难过？明明是我想出如何处理梁国之事的，父皇不过是顺着我的思路做了个决定。我本想借此机会立个功，说不定父皇一高兴，你我的事便成了。谁成想，他们让阿广去了，说阿广作战经验比我丰富。早知道当年啊，我便不嚷嚷着不爱打仗了。哎呀，打仗有什么好的？万一受伤了怎么办？谁愿意去便让他去呗。我只希望殿下你平平安安的，这样我即便一辈子都躲在这东宫里面，我也愿意。还是你对我最好。殿下对若霞也很好，今日殿下如此辛苦，要不要我陪你喝几杯酒解解闷啊？好啊。殿下，晋王求见。阿广怎么来了？快请他进来吧。是。哎，若霞，你快去躲躲。啊，他不是殿下的弟弟吗？连他也不能知道我在这儿吗？眼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这儿，你快躲起来。哎呀，若霞，你快去。参见太子。哎呀，兄弟之间何须客气。坐吧。不坐了，不坐了。那是什么呀？啊，这是我拿来送与皇兄的蜀凯。我又不打仗，你送我蜀凯做什么？啊，正因皇兄不去打仗，我才送来了这件蜀凯。
这件蜀铠是你我兄弟同心的明证，待我前往梁国，有这件蜀铠陪在皇兄左右，皇兄亦能感受到弟弟我为父皇，还有皇兄你去打拼天下的父子手足之情。阿广，听你一番话，我这兄长心中真是惭愧啊。我本还为去梁国的是你而不是我感到郁闷，可你所想的却是为父皇与我去打拼，身为兄长自叹不如。皇兄万万不可这么想，皇兄是储君，只要懂得用人即可，而我便是供皇兄差遣之人，去梁国这种事怎还用皇兄亲自去呢？你说的对，有你这样的弟弟何其有幸啊。那皇兄，我还要去准备前往梁国之事，便先告辞了。去吧去吧。这梁帝性情柔和怕事，晋王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本王并不担心。又不是不回来了，梁帝何须如此不舍呀？晋王说的是，又不是不回来了，不必不舍。正是。有晋王和杨御史帮我们守着江陵城，安全得很。皇兄你便放心去吧，早去早回便是。这位便是萧蔷公主吧？见过晋王，杨御史。啊，免礼免礼。既然如此，那你便替朕好好招待晋王与杨御史，朕定早日归朝。是皇兄。出发。晋王与杨御史既是远道而来，又要为我们守护都城，自是辛苦，不如到宫中一坐，巧儿有好酒招待。公主真是会说笑啊，为你们守卫都城，不过既有好酒又是公主相邀，若不前去岂不显得我们大隋男子小气。走。晋王，杨御史，前儿敬二位三杯酒。这第一杯酒，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好。这第二杯，是为了大隋与我梁国共同的未来。第三杯酒，是为了二位与强儿虽相隔千里，但却能在此相见饮酒的缘分。这是我梁国宫廷内特酿的灵酒，二位可品一品，味道如何？
这酒明澈温润如玉，醇香绵延。入喉后，一股暖流在全身蔓延开来。好酒，好酒。既是好酒，但二位就喝得尽兴，还不快为晋王和杨御史斟酒？不能再叨了，不能再喝了。萧乾公主，晋王一路奔波劳累，很是辛苦，该回去歇息了。啊，对，是该歇息了。打扰许久，也该回去了。公主，多谢你的盛情款待。二位既是要走，前儿想留，定是留不住的。那最后，便让强儿再为二位献一支舞吧。公主身处皇宫，即是家中，何以吹出如此情深意切的思乡哀曲呢？晋王能听得出这是思乡之曲？啊，虽对薰月了解不多，但此刻本王身处异乡，听着公主的薰月，思绪也被带回了我大隋，故在本王听来，这便是思乡之曲了。晋王说的对，这正是思乡之曲。公主身处家乡，何故思乡呢？我自幼与皇兄感情甚笃，皇兄在那，我的家便在那。可如今皇兄远去你们隋国，仿佛将我的家也带走了。啊，原来如此。但你皇兄并不是不回来了，你又何须如此哀伤呢？晋王之意是，皇兄定是能回来的。啊，这……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自是能回来的。特别的事是什么？这个……其实本王的意思是，这世上并无绝对之事，因此本王不能给你什么保证。
哦。其实，梁国本就是大隋的附属国，论起来也算是一家人。如今，你便当你皇兄去亲戚家串门去了，等事情办完了，便回来了。你不必如此担忧的。晋王说的对，本就是一家人，我又何必如此担心呢？多谢晋王。谢我什么呀？谢谢你听我吹嘘，谢谢你陪我说话，谢谢你让我没有那么担心了。总之此刻我心情好了很多，自是要谢谢你的。不是都说了吗，算起来我们也是一家人，不必如此客气。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晋王，你可算是回来了，我一个人在这儿吃肉喝酒啊，可没劲了。本王可没看出来你一个人吃的没劲啊。快坐快坐来。晋王，这么晚才回来，不会是乐不思蜀了吧？什么乐不思蜀？本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杨素别的本事没那么大，可这眼睛倒是比一般人灵光些。晋王与萧强公主，我可是都看在眼里了啊！你笑什么？你看错了。少年情窦初开，少女怀春，很正常嘛，有何不敢承认的？啊！承认又如何？反正又轮不到我。怎么轮不到你啊？萧强是公主，若是隋梁联姻，那必定也是与太子联姻。谁说公主就必须与太子联姻的？前些时候，太子看上了一个民间的姑娘，但母后没看上，说那人做不了太子妃，正筹谋着为太子选一位太子妃呢。这萧强公主你也看到了，才貌，那也算是世间难得。母后看到了，定会觉得她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不至于吧？这天下又不止萧强公主这一个才貌出众的美人。你若是真看上了，皇后又怎会非得许给太子呢？太子为先啊。你若是这么想的话，那你便去做太子呗。这萧强公主不就非你莫属了？杨御史，这话你可不能乱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哎呀，看把你给吓的。坐下。哎呀，晋王坐下啊。这是尚可为知己者死，那你为何就不能为自己喜欢的人去争一争太子之位呢？况且你又不比太子差啊，确切地说啊，你在许多方面比太子强。比他强又如何？有些东西是命，他是长子，自然应当是太子。我一向以为晋王你志向远大，没想到你竟是个认命之人呢。不对啊，你怎会怂恿我去争太子之位呢？莫非是太子派你来试探我？好，我果真没看错人，能想到这一点，说明你确实有过人之处。不过你想错了，我若真想试探你，可就不是这么个试探法了。我杨素呢，
一向是个不认命之人，所以我才能从一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穷鬼做到了如今大隋的从三品御史大夫。况且我刚才都说了，我的眼睛可比一般人灵光些，我知道什么人呢值得跟。你的意思是本王比太子还值得你跟？在我看来确实如此。你不信我对吧？不信我就对了，你若是立刻信我，我还会觉得晋王你太过轻信了呢。嗯，好了，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回去啊慢慢想。不过萧蔷公主那事儿可慢不得。这样吧，你可先跟皇帝皇后提一提，说不定皇帝皇后就答应了呢。啊，好了，喝酒。皇后，您没事吧？近几日心绪不宁，如今又有些咳嗽。心绪不宁？皇后，既然心绪不宁，不如去佛殿，或许能让心情平复呢。好，佛门清净，焚香诵经，心情应当能平静一些。嗯。是谁？竟敢私自用佛殿？大胆！此乃皇帝与皇后所用的佛殿，岂是你能可私自用的？你们几个必须严惩！求皇后恕罪！求皇后恕罪！佛引人向善，佛的本性是普度众生，这佛殿又怎会约束于谁可用谁不可用呢？那岂不是违背佛的本意了？本宫不罚你们，起来吧。谢皇后。谢皇后。不过本宫想知道，你们为何在此念经呢？回皇后，奴婢等听闻皇后病了，故而想为皇后诵经祈福，祈求佛祖护佑皇后安康。起来吧。谢皇后。难得你们有这份善心。你之前曾在庙山安待过，不如这佛殿日后便由你来看管吧。是皇后，多谢皇后信任，奴婢定不负皇后厚望。殿下，你为何喝这么多酒啊？是否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本宫身为太子，却连自己想娶的女子都娶不了，还将你藏在这深宫之中不见天日，是本宫对不住你。殿下，你别这么说，若霞早已说过了，只要能与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的。你越是这么说，本宫便越觉得对不住你。你说你如此善良，如此单纯，那母后为何就看不到？有眼无珠吗？哎，殿下，这话可万万说不得，若是传了出去，皇帝皇后会更不高兴的。本宫还不高兴呢。殿下，这话您可千万不能乱说，您得忍耐，您是太子，这天下以后还不都是您的？我也是您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够，够，你是我的就够了。你为何躲我呀？殿下，你来追我呀！殿下来啊！主公来了。你追上我，我便是你的了。你等等本宫。姑姑，我们为何要大半夜的到这里听太子与女子的嬉笑声？你可知那女子是谁？太子身边侍寝的宫女。侍寝的宫女，并不是。这里面的女子，应该就是云若霞。您如何知道是她？我发现近来太子的膳食当中，有一些是他本不喜欢吃的。而且量也比平日的多，若当真是侍寝的宫女，太子怎么会如此厚待？所以这当中必定有问题，那女子定是云若霞。可是这与我们有何关系？自然有关系，我们的机会来了，这一次我们要利用云若霞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矛盾。好，我明白了。